徐德，你好。请坐啦。坐下。看你的表情，代志应该有进展吼。安娜，有抓到柯展玉，伊的尾流无？搁差一点啊啦。柯展玉的防备心真正足重的，但不过总算有淡薄仔突破。我已经知影伊的保险箱密码是倒四个数字啊。 只要找机会，搁入去伊办公室，拍开伊保险箱，一定会找到伊的一个证据。赶紧，免急啊！咱慢慢来，千万哦，唔好让柯展玉哦，伊起怀疑。其实要逼柯展玉露出马脚，无一定爱恁两个吼，一直去甲恶。咱只要有一寡诱因，哼，伊家己会主动甲罪证。 提出来，阿姨，你有什么方法会用让伊主动甲最近提出来？我已经得到消息了，这人病院有当事要转卖股份，到时阵，不管是柯展玉还是钟伟哲，因提钱出来买，嗯，暗顶伊是甲因贪污的钱，就拢吐出来啊。徐董讲也有道理。 柯展玉因两个人本来就贪心嘛，咱只要给伊一点点仔好处，给因俩成功，甲赵家的便宜，我相信伊就愿意提钱出来买股份。时到等因世界终结的时阵，就是因旧卡说出来的时阵。惠弟哦，消息哦先去放出，咱看情形，该来西人伊。若顺利的话，咱就会使甲因两个一网打尽。 到时阵，把所有贪污的钱哦，拢叫因透透出来。那呢哦，小婷哦，就免阁喊咩委曲求全，阁加迄个钟伟哲，那么拖拖刷刷啦。也阁有啦，方院长，顶一届我问你个维珍那边评估伊的修复的状况，啊，即马目前是进行了啥款？ 我已经问过颜面整形重建外科的权威生啊，伊讲微整的面要修复到较早同款，嘛毋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只要过一段时间，等下康复后恢复较好，咱第一档进行植皮手术。真好，微整，安尼后摆吼，你就免阁用汤姆来看你的面啦。哈，多谢干妈，多谢四阿姐。 柯展玉又搁打电话来啊，又搁想要变变变款。柯展玉，真正足笨手的呢，我实在替伯伯讲足唔值的，伊到底计是甚物款人啊？曼君真正都无爱照的电话啊，早餐几点啊？都会当甲曼君做伙啊，煞又搁平平破坏。 真正够拍算，曼君一定是还佮你生气，才无要接电话。伊过伫卡来，啊，真正就袂见效的呢。飞弟，即马着急是伊的代志，我就是要安尼慢慢仔接袂，接袂到的吼。 拢是上好食的，我看柯展玉哦，早晚哦有一天哦，可以写个两公。我若是搁再多面连环扣，曼娟一定搁较生气。我还是搁等看卖好啊。